然后搭配一个煎蛋，还有三文鱼，看看您呼的感觉。先来一口，有点烫。搭配两个三文鱼，来尝一口什么味道？我第一次这样吃。盐就出来的神仙搭配，是吧？喜欢吃三文鱼和火鸡面的可以尝试一下，真的挺好吃的。这一口搭个煎蛋吧，他就喜欢吃这种溏心蛋。太香了吧，三文鱼跟火鸡面这样搭配着吃，根本不需要任何蘸料了，就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看看，这个太烂糊了。这个上面这一块全都是鸡皮。
就能开始了。还是香。皮怎么一直往下掉？一口酥皮，呀！乌龙茶配点炸鸡，也是
刚做完吃卡吃了，太香了。